太阳又起来了，又起来咱就起。哎呀，贝贝还是早上出外面去晒太阳。今天这是工地上的人，那会儿倒听见都干干活了，装载机。哗哗在这响，外面修路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茶汤哥，徒步环行219国道。昨天晚上走到这个路边搭了一个这啥，好像是工地的这个棉帐篷，碰见那个大哥了，就让我在这里面休息。昨天晚上我就在这个大帐篷里面搭了个小帐篷，挺暖和的。哎呀，今天起收拾东西，新的一天的旅程即将开始，挺好。哎呀，现在太阳起来了，照到这个帐篷里面还挺暖和的，晚上这地方还是有点冷开了。贝贝，你早早的出外面晒太阳了。新的旅程又开始了。今天这个作品没有上传完，边走边上传啊，这是咋回事？突然一下就给断网了，这晚上还有的吗？白天没有了。今天的路况基本上就是这儿重修了，地基已经打好了，看见这巷子已经这么宽了，而且平整。你只要是像这种路况的话也快，走路也快，就是怕有那大坑就不好走了。这一段它是三个垭口连接的，离得都不远，可能是它有那个工程车走呀啥的，就把这个路基呢就做好了。有了风了，天也开始变呀，天也开始冷开了。上天晚上那水都冻了，不过白天还好，白天暖和。海拔高了，看这山上没有树木了，一海拔高
苏木就成活不了。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去茶鱼。茶鱼？你们是从这边上来的？对。哦，我是往下走呀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从上鱼上来？对。茶鱼上来往下走啊？啊，那边才是茶鱼。茶鱼是那边，茶鱼县不是那边，这边是茶瓦龙。啊？这边是茶瓦龙，那边是茶鱼。云南就是我这边。你不要吓我哟！你说你去茶余县，茶余县在那头不是？这边是茶瓦龙。多少嘛？啊？那边还有多少？就烂路。啊。他不是还有200多公里？没有了。有啊。一共228。305公里嘛。228。不是228，我听他们是305公里。哪里？就这节土路。200多。我也搞不明白了，反正是200-300公里了。你走了多久？你从西藏买了西藏回来？我这趟从新疆下来的嘛，新疆走29全程嘛。哦。喀纳斯到广西东兴。你要把这10000公里走完。对呀。你走。还有4000公里。西藏。那我走西藏，不走西藏29的过来，阿里不是西藏，我从阿里出来的。没事，他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。没有了。你老家是哪里的？我老家是山西的。山西啊。啊。山西你是在广西啊？我从山西内蒙新疆转下来的。啊。这里再转都要出国。转到哪里去啊？走到广西嘛。啊，它的全程就是新疆。喀纳斯到广西东兴，一天能走多少公里？一天走不了多少公里，车给坏了。这个小讨直播，哎呀，一见人车一停下来，一开门，就摇着尾巴，来回晃，来回晃着头，就看着等你往从哪吃的喂他。这个小讨说这。现在我到了这个，这儿有个村庄。今天在这儿这个村庄这儿待了2个多小时了，为啥原因？为啥在这儿待啊？第一个是这儿有网，上传了一下视频。今天早上在那儿没有上传了，上传到半中间没有网了，一点都没有。后来来这儿上传了一下视频。遇见个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问题，我也在这儿就说提醒大家一下，就说以后这个作品配音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慎重慎重，因为这个音乐有些这些音乐你去上传的时候，它是不允许你的。我就因为这个音乐搁到了有1个多小时了，我也是。发了这么多视频了，我第一次接触到，所以很恼火的。那么多音乐，咱不知道该上传哪一个，哪一个能用，哪一个不能用，这个东西都要自己去尝试。给大家提个醒，你们想做视频啊啥的，上传音乐的时候，一定要看一下那个版权，有的是不允许你盗版它的音乐的。现在应该也快上传完了，但是现在。3:30了，今天作品也没有拍下来，也没有走，一直搁到，一直弄这个视频了。走还是不走啊？走的话，马上就进了山里面，就进山了。然后我在大哥这儿打了，我水也打满了，要不咱再走走啊，妹妹？你不能在这儿待啊，车子出了状况了。越待越麻烦，万一天要是变了的话，更遭罪了。往前走走啊！压路机。
装载机、挖掘机在修路里面。修路里啊，这声音这么大，呜呜呜的。三两年这面就是柏油马路，都在这修。冷的吧，哥。总兵，露营吧。这儿这风还是大的。我看了看，这要进走进进山里了。这块空地挺好的。车下来的话，它这儿有个土堆，它不会到了这儿的，所以还是总兵在这儿露营吧。看一下，哎呀，居然有一条柏油马路，看见没有？没看见？这边，看柏油马路，这烂路里边居然有一条柏油马路啊！真是不可思议，怎么修起来的？这路这么难。铺那条柏油马路真是难过，这有两个纸盒子，我就把车拉到这儿吧，拉到这儿，在这儿搭个帐篷算了。这个土堆还挡点风，就在这儿露营了。马上天就黑了，七点就天黑了，再有40多分钟天就黑了，不敢再走了。Thank you.
老爽了。哎呀，烫开了，太热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太烫太烫。先喝点水润润大肠，让那个面条顺其自然的滑到肚子里面。嘿嘿，好嘞。哎，一吃饭就啥疲劳也没有了，什么这了那了根本没有了。好烫，好烫。今天的面有点软了，今天的面擀出来的时候长，煮出来短了，看着成这了，还行吧，味道挺好。做饭稍微有点点咸，上面暖和点，啊，上面冷的。等等，遥控器丢了，不带找了，没得找了，半个小时了，找不见，算了吧。哎，被别人的上车，冷了一点。好了，晚安了，明天再见。